声，谢谢他们所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哇，他们的表演让我想起了我今年的第一个男神林子维勒。够了，不要再犯花痴，赶快介绍下一位吧。接下来是有着许多小迷妹的嗜好弟弟。为什么他叫嗜好弟弟？因为他在初赛的时候以一首嗜好虏获了许多小迷妹的心。真假？他就是来自高一丁的刘嘉伟。他要演唱的是你走后，让我们欢迎他。